With the world's largest population, China was once a poor country. Through unremitting efforts and by effectively improving welfare of the whole society, China keeps accelerating its climb out of poverty. What has China done to find its solution to the worldwide proble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ang San-gui, director of China Anti-Poverty Research Institut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ill share with us his opinions and experience.
所以片区的开发主要针对的大的，比如说你要修高速公路、铁路、大型的水电工程、能源项目、环境保护，这都是通过片区来解决。我们的扶植区域就更加立体了。所有这些指标都表明，就是我们扶贫开发以后，确确实实有利地推动了贫困地区的发展，从而使我们贫困地区跟全国其他地区的差相对差距在缩小。 By carrying out it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 on a large scale, China has driven development in poor regions. For a truly impoverished popul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is now in a crucial stage. 但是它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扶植贫困地区的发展，真正的贫困人口没有同等受益。那可能基础设施是很重要的，是吧？基础设施里面，在道路上投资可能是最大的，修路的贫困区是很重要的。但是，是不是修了一条路以后，穷人就能够受益呢？没这么简单。你修了路以后，我们讲谁的可以用？但你仔细想想，谁能用这条路啊？那显然是村里面。 条件好的有钱的人能够迅速利用这条路来发家致富，穷人基本的生存都没有解决，既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卖出去的，也没多少东西要买进来的，所以不能利用这个路迅速去增加他的收入水平啊。穷人因为面临的只有因素比较多，你要使他受益，需要很多方面进行扶持。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转变我们的扶贫策略，是以精准扶贫为基本方略。精准扶贫的核心含义。 就是你的扶贫应该更加有针对性，要针对到真正的贫困户、贫困人口，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讲的是两不愁三保障，要不愁吃、不愁穿，保障衣物、教育、基本医疗或安全住房。那你要实施好精准扶贫，那整体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扶持谁呀？哪些人是贫困人口啊？你要把它找出来呀。所以第一个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叫精准识别。 你要把穷人都找出来，这个说说容易啊，做起来是非常困难一件事情。首先，我们面临的就是说，你以什么标准、以什么方式把这些贫困人口选出来？我们需要识别接近3000万户、9000万人口。你说这是什么规模？15年的时候，全国动员了200万人下到农村里面去帮助村里面示威贫困人口。但问题是，我们哪知道谁的家里有多少钱，是吧？没人算得清楚。 这样做是不现实的，所以真正的做法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讲的两不愁三保障。我就来看，房子越破，分数给你打得越高，然后你劳动力怎么样，上不起学的，看不起病的，那就给你分数高一点。另外一种方式就我们讲基层的叫民主评议，靠大家推荐，然后到村委会、村民代表讨论，公示再反映意见，实在不行还有个办法，让大家村民都投票。我们现在所有的。 艰难尼卡都完成了，即使在北京，在国务院扶贫办，我们也能查到每一户贫困人口到底是哪一户，家庭结构是什么样的，基本情况什么样，我们都是有的。 By finding out the poverty facts and conduct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hina has broken new ground in poverty elimination. 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政府确实想了很多办法。 Who can do it? How to do it? What should be done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and lift impoverished people out of poverty? 要做好精准扶贫，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扶，对吧？你首先你要穷人脱贫的话，他总要能要创收啊，要有能力增加收入啊。因为穷人除了受禄的制约以外，还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制约啊。大户人家养猪养得挺好的，一养好几十头，赚很多钱。 那贫困户养几头猪，好多有时候养一头两头，养的中间就死掉了。你说本来就没钱，这显然是能力方面的问题，是吧？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政府确实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中央在所有贫困村地方政府派了扶贫工作队，派了第一书记。那这个主要是为了加强贫困村的这种力量，能够更有效地实施精准扶贫。第二个，移民搬迁。 就是我们总有一部分人生活在太偏远，在那个山头上面。你说你要在山上去帮他发展的话，那成本太高，我就干脆把他搬到城里去，在城市里面经过培训以后，让他就业，是吧？城市化了。另外一种方式，生态补偿，就是有些贫困地区它就是偏，但是你要去看它生态还是挺好的。那这样的地区，好多人也很穷。
那对这些地区我们国家的政策就是说干脆把这些人转变成生态工人，你的主要任务把生态工保护好了，我给你发工资。当然另外有部分生态很差，如果你能够通过退耕还林、生态林建设改善生态，那我也可以给你通过补贴的方式让你提高收入。现在的产业扶贫都是要在市场上去变现的，举一个例子，在贵州牛盘水看到的旅游扶贫，穷人房子也比较破，这个能力也有限，你说搞旅游这个事情从来没搞过，他可能就不敢搞，也没有能力去搞。地方政府想的办法就是说需要有人带，旅游公司帮他去改造房子去，你要改造的大家愿意来住啊，农家乐你也愿意来吃啊，光改还不行，改完以后穷人他也不知道怎么经营啊。那么头三年旅游公司带着贫困户一起经营，你就边干边学吧。头三年的利润旅游公司占80%，贫困户20%，三年以后全部把这个转给贫困户。那你想你再笨三年手把手的教你也学会了吧，只要你能把这个能够经营下去，那再返贫可能性基本上就没有了。我们从扶贫角度讲也要防止另外一种倾向，以往出现的把很多资源培养到这些企业啊，或者说社会经营主体啊，但是它并没有扶贫，那这样的话差距就越拉越大。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苏北看到的，比如说食用菌的生产，这个很多穷人都做不了，这个市场问题、技术问题、管理问题，建棚这个穷人拿不起钱，那我这个扶贫资金就可以专门投给穷人，建了以后就归穷人来使用，你所有的技术指导这些市场销售都是合作社来解决，就是让贫困户能够加入到中间去，享受现代产业链发展里面的好处，解决穷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失败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另外一个教育扶贫，穷人之所以穷与他能力差、观念落后有关，而这些问题又与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教育扶贫我们有两个目标，一个要解决贫困户的教育负担，基础教育从小学到初中我们现在都免费了，去年开始所有贫困户的高中生上学是免费的。教育扶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解决贫困的代际传递，你这一代人是贫困的，现在改变你很难，那可能对这一部分人的扶持更有效的方法，重点扶持他的孩子，别让他的孩子长大了以后还跟他一样也不愿意干活也没有能力啊。所以我们通过教育扶贫要解决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穷人一个很重要的穷的原因就是因病，我们的建档离岗户里面大概有42%的家庭与因病有关，所以前年你看到凉山的这个小学生最悲催的作文，他写的就是这个问题，母亲因为心脏病经过呢治疗效果也不太明显，又没有钱就回到乡里面镇上治疗，治不好。这心脏病对很多城里面来讲能活很长，但是在他那的情况下看着他的母亲眼睁睁的就死掉了。那如果一个家庭一个主要劳动能力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去世，对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打击？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健康的扶贫的行动让穷人看得起病，就说你生病以后只要是这种病能够治愈的或者是控制的病，都应该通过国家的这个医保也好、商业性保险也好、大病救助也好，能够得到有效的救助，这样才能够使你的家庭不至于丧失劳动能力，永久陷入贫困。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他现在没有能力了，太老或者是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了，国家通过低保、通过其他社会保障解决它基本深层问题。If China can fulfill the promise of eradicating absolute poverty by 2020, it will be an unprecedented achievement in both its 5,000-year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中国的减贫对全球的减贫在这个时期贡献了78%。Through its practic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China has contributed its unique model to the world.But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on the path towards anti-poverty. 中国的减贫在全球来讲是楷模，而同一个时期，全球的贫困人口减了11亿，而11亿里面8.6亿是中国的贡献。所以我们讲，中国的减贫对全球的减贫在这个时期贡献了78%。中国扶贫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有政府主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然后大规模动员各种资源，优点就是说你能够使我们的扶贫政策迅速覆盖这么大的国家。中国的扶贫发展中间有很重要的经验，我们在不断的调整政策，不断的看到问题，问题出来以后我们就会改进，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持续
这么多年的发展和扶贫，使我们这么多贫困人口能够脱贫，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在提高。下一步就是说，我们的扶贫可能需要城乡统筹考虑。前面中国因为大量的人口都在农村，农村贫困是主要的贫困方式，城市化发展更多的人口进城以后，今后的可能城市里的贫困也会越来越突出，那今后的扶贫政策需要城市或农村统筹考虑，在更高的标准下去解决贫困问题。那我们到2022年以后，我们会有新的标准，新的目标，在更高的基础上去解决贫困问题，并且这样的贫困问题的解决也跟全球世界上联合国提出的目标，到2030年我们要消灭一切形式的贫困，中国要为这个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